把你家的黑垃圾袋都扔了吧。这是抖音上5.9能买100个的垃圾袋，用一年都用不完。手提设计，提垃圾不伤手也不脏手，方便实用上档次，承重效果也很好，装个10几20斤完全没问题。关键是便宜，都不够我喝瓶矿泉水钱。